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12章。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红、米利莫、易多、近顿、亚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释玛雅、约亚利、耶大雅、撒路、雅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利未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施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耶稣亚生约雅金，约雅金生以利亚实，以利亚实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亚杜雅。在约雅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雅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拿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南，米利古族有约拿丹，示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易多族有撒加利亚，近顿族有米舒兰，亚比亚族有希基列，米拿民族某摩亚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亚，示玛雅族有约拿丹，约雅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撒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雅族有拿坦叶。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约哈南、亚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时候。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施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厄巴迪亚、米舒兰、拿门、雅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都是在约撒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雅金和省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职任。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基甲，又从加巴和亚玛佛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的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示玛雅、耶利米，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加利亚。约拿丹是示玛雅的儿子，示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该亚的儿子，米该亚是撒科的儿子，撒科是亚撒的儿子。又有撒加利亚的弟兄示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领他们。
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卢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民、米盖亚、以利约乃、撒加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士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南、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的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售之物和所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定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如此行。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希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刚刚读完了尼希米记第十二章。那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其实呢，也就是第十一章的一个接续，因为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刚刚迁入耶路撒冷的居民有了他们的名单，从这个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祭司跟利未人开始就成为了平民百姓的领袖，其实呢也有很多就是成为他们的族长，在后来呢就发展的这个几百年里面发展成为祭司呢就成为当时的政治的人物。那中间有说呢，三十一节说，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这个我字是指谁啊？是指尼希米。所以这一章由二十七节开始呢，是由尼希米自己自述。所以十二章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喜乐。那为什么他们喜乐？他们喜乐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城墙已经经过千辛万苦，在敌人一波接一波的攻击底下呢，终究最后已经完工了。这群犹太人基本上他们在外邦人来看，他们是亡国奴，他们是别人看不起的人。如今可以筑好的城墙，有完整的家园，真的是吐气扬眉。那现在他们要围着城墙做奉献礼，那有两队的四个队，那是由利未人和歌唱的人组成，从两个方面来巡行，最后呢在圣殿来融合。第一队呢是由以斯拉带领的，而第二队却是由尼希米带领，而尼希米那一队呢有很多的官长。这里说呢，他们非常的欢乐，是因为呢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连妇人和小孩都欢乐，他们欢乐的声音在远处都听到。这个庆典基本上就是全民全犹太人的一个庆典，一个庆祝，充满欢笑，声音高涨的那种的气氛。弟兄姐妹，这个绝对不是外在的喜乐，他们也有内在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属灵的，因为前面几章都在记载他们做了几件事情，那以致有今天的喜乐。第八章就说他们接受了律法的宣读，
然后第九章他们却哭泣认罪，很真诚的恳求神的拯救。第十章也就说到他们依照律法的原则立定的一些的条例，让大家在生活中可以遵守。然后第十一章十二章也说他们纪念那些艰苦艰造的先贤，记下归回归国的人数以及所居住的范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欢乐之后呢，他们就奉献将祭物以及十分之一给这些专制侍奉的人，就是利未人啊祭司。那百姓除了将奉献给利未人祭司之外呢，并且每日把所当得的份都供给歌唱和守门的。所以奉献其实就是敬拜崇拜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至圣的敬拜的时候，不然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奉献，很多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很多人把自己的金钱奉献给神，很多人把自己的才干、自己的所属于原本认为是属于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神。所以敬拜达到最高的一个结果跟果效就是奉献。所以以色列人的欢喜，这个并非只是外表一个的庆典，而是心灵里充满的喜乐。而这个喜乐的源头其实由于因为人跟神重建好的关系，那么呢我们并要追求这种喜乐。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灵里面的喜乐是否是真正因着敬拜而产生出来的吗？还是在外面造假的？我们发现当我们真正的真诚的去敬拜神的时候，喜乐就永流不绝的从我们里面被流露出来，而且还会加上有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主啊，任何东西却是从我们内心而发出来的。当我们有真正的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然会发现我们内心就会产生喜乐的回应，就会有喜乐的心就充满了我们。因为你是一位喜乐的神，因为你是一位叫我们不忧虑不愁烦的神，所以我们就能够喜乐。主啊，而且你给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奉献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越奉献的时候，你也越会赐给我们。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懂得奉献的时候，当我们心甘乐意来奉献的时候，主啊，如果我们缺乏，你也会继续供应我们。我们一给出去你又供应，我们给出去你又供应，所以没有什么理由说不喜乐的，因为你就是那一位使我们欢喜快乐的神。主啊，我祷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常常跟你保持一个很深的关系，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喜乐就是从祭坛个人生活开始，奉献也是从我们个人跟神祭坛的生活开始。愿上帝祝福你。